安，我看到你了。我看到你了。那你坐那边。我坐在那一边。这是太空船吗？对。为什么我的头好晕？因为这个是太空船，火箭发射了。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可是我肚子饿了。不是，你要在这里吗？妈妈已经回家了。你看，妈妈在那里。她说她肚子饿了。咦，你可以来这个太空舱，这里，你看，进来里面。